轻。哇，演艺圈里面两颗大柱子哎，双塔，演艺圈的双塔来了，双塔，双塔，双塔，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哎，非常谢谢制作单位这次没有把我排在周俊伟的后面，哎，后面隔开了一个，隔开了一个，哎，这样舒服多了，舒服多了。但是灯辉是，你今天是不是来的？啊，怎么说呢？哎，因为我们已经脑海中升值你的丢丢丢丢档啊，丢丢档啊，丢丢丢。2018了，哦，那是2017，非常开心，非常开心，在2017年用这个丢丢档荣获第七名十大表演，哎呦，实至名归，但我们要一直这个力求突破，对，所以这次来了一个双线合并，我觉得丢丢档案已经是你演艺事业最高峰，所以呢，所以你应该可以推出演艺圈。要不然你来，你就是丢丢档案2.0版嘛。我觉得你今天要先看完这个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。我们挑战另外的流行曲。这首厉害吗？这首厉害。这首叫做 Kangnis Dance。Kangnis Dance。抖肩舞。哦。了解了解，就是逸翔之前那个蛇的那个哦，那对，我们也是表演一模一样的，这个不错，这个小朋友都会哦，每个都会抖，你看，哇，赢了一半，对不对？先看看这个神曲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哇哦 ，You can really dance。Wow, you can really dance. Here went. 这首歌曲大家一定耳熟能详，一首抖肩舞掀起模仿热潮，可说是国民运动之一。现场的小朋友看来是准备好抖抖喽，观众们站起来一起抖抖吧！哦。Confidence 啊 ，Confidence， 来来来，一起来欣赏他们改编的 Confidence， 来。哎呦，哇，这一套应该是自己的。有一个人叫大天，他以前叫小虾，他模仿过的角色其实没有一个像。哎呦。黄登辉以前也在玩模仿啊，自称是南港刘德华，其实比较像康康。他模仿到费罗淤青，后来跑去拍电影，从电视剧到 MV， 其实没代表作品。你说我没代表作品，我出两张专辑，按你演的蒙甲队出名，但男一不是你。其实没有很会唱，哎，发过两张专辑，还是回来玩模仿。你也有歌手梦，但你已经36，啊，如果想要突破，只能生产报国。哇，至少我还能生。哇，我不知道找谁生，还想有代表作，不如我们合作啊，一起来抖抖。就好，抖肩就好，不要甩。注意控制一下。要如何引领潮流？小虾你怎么说？要如何引领潮流？换你我有点词穷。你赶快想想办法，别让定位太嚣张。抖肩加上模仿，证明我们不一样。费玉清。
有新东西、哦，我们都还会想看到有别人，对呀、别人的影，因为那个段落不够长了。下次我们就二点，我们3:0的时候都加一点。这个不能倾巢而出，对，因为我们也没几招，你也知道。生命苦短，生命苦短，能表现就赶快表现，你还要保留什么？对不对？也是要，你会演完今天就在艺能界。有别的发展，说不定今天表演完之后出去就被计程车给载走。谢谢你，因为有轿车嘛，不是这样讲啊，搞不好一部卡车咻过来，就先让他们过。新人先行，谢谢谢谢。来，小朋友，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两位怪哥哥演唱的这一首歌《One Sit Dance》，喜不喜欢？3、2、1，举牌。喜欢啊。好笑的表演，就都内容。这个内容是谁想的？我们一起讨论，一起想，在彩排的过程中不断的更新跟突破，撞出来。你们两位这种精神就太好了，比那个山猪跟卡古好太多了。哎呦，怎么样？两个人都互相在那抢功劳。对啊，没有，这主要是我编的，编的。表演好的时候才会抢，啊，表演不好的时候我们一起想。对，不错，非常谢谢，相当好啊，谢谢谢谢。另类的 crossover， 哎，合作很好，恭喜，来两位，谢谢。